是要说疾病控制啦，但是一些条例的稳定性控制，因为要病例很多，然后位置，然后下去那个观众的舒适感。其实现在是疾病的，应该还没跟疾病的新的年轻人说回到家，我是因为放不待坐在客厅里面，我想让我们下去。轻松。
下来就是对吧？对吧？好像是这个安排，这个安排是不是？